一生一世，一人幻境，当月光泛起，当云荒中人来到现实。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来自云荒的各位好朋友，让我们欢迎肖战、任明、王子奇、李明德、叶盛佳、陈子涵，欢迎各位。机关算尽，爱恨难休。欢迎清飞。云荒一梦，心人悠悠。欢迎石宇。上古万年，唯吾居首。欢迎崇明。清风三尺，力破万丈。欢迎青钢大人。玉骨徐元，一世钟情。欢迎朱颜。皓月轻影，不负天下。欢迎石影。哇，欢迎我们云荒的各位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然后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能够见到我们各位大集结，对不对？所以还是要跟所有来支持我们玉骨妖的朋友们打个招呼，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从大神官开始吧。啊，大神官。对啊，突然有人叫我这个名字不习惯。Hello， 大家好，我是石影的扮演者肖战。欢迎战战。接下来任敏吧。大家好，我是任敏，在玉骨妖中饰演的是朱颜。欢迎敏敏。这轮又是清妃娘娘答对的多，对不对？所以两轮加起来我们答对最多就是清妃娘娘。认真搞事业的女人不会输、啊、来吧，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一轮的这个奖励环节呢，就是你可以要求大家扮鬼脸跟你拍一张合影，但你可以不用扮鬼脸啊，就是我美美的，他们美美的，然后他们三个人要扮鬼脸，然后一起拍一张合影。好呀好呀，可以吧？准备三二一，鬼脸，别动哦！大家真的好敬业。哎，这俩兄弟真的好。等一下，我好想看。等一下，有没有？有没有人没有摆？有没有人没有摆？有，我觉得都有了吧，都有了吧。所以老师都看到了吧 ？OK， 这张照片。他们真的有摆鬼脸吗？有。因为我一直在美美的，我就顾不上看他们。有，这张照片很。他摆了吗？他摆了，摆了，摆了，摆了。这张照片很精彩的这个 battle 呢，也很有意思。因为其实说到玉骨遥呢，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对于你们在这个戏当中的很多使用的法术术法，然后包括这些手势都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们就要请我们的石影神官在现场为大家来教学一段你认为在玉骨遥里面最难的这个术法的手势。最难的，哎，你自己能回想起来，你编一个最难的，反正你编了、就是难不难我们也看不出来。最难的这个就真的很难，因为我跟小猪猪我们都有学那个天珠，天珠，对，天珠，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我觉得那我就来一个中等的吧，中等的，好，来中等法术。然后这样，就是一会儿学完之后呢，我们三个人都需要现场来还原，然后呢，我们要请神官来评判谁是还原的最不像的，这个人就要接受惩罚。OK， 没问题。那我先演示一遍哈。好。我的天哪！他的手指还有变化。对。哇！哇！盛佳，你来，马上。马上，能不能？这个、能不能还原？这个。你得慢动作，再给大家说一下有没有。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花，然后往上一撩，然后手打开，然后用着气，然后再运回来，然后再得，然后拨开，对，打出去，对，好，我两边演的也不太一样，我自己也不太知道。你是神官，你说了算。你们学会了吗？你们学废了吗？你们三位？我们学废了。都学废了吗？来吧。来吧，谁先来？谁自告？你把这个好，这太实在了吧！快施法术，看看啊！石影宣读九嶷山校训，给大家展示一下。
石印宣读。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名场面好不好，先来看一下。玄法者何为？上通神明之德，堪为万物立心，下法四时之道，以整离缘危难。怎么配下？若无此心，误入我门。你还记得吗？我记得。你还需要？你还需要？啊，你说我当然不记得。但我记得拍这一场的时候的那个情景，我还记得。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一个人站在那个阶梯上面，然后他们站在下面。我记得我们是同时拍的。就是上面拍下面同时拍，然后这一段哇太绝了。所以你一会儿还原的时候你需要他们三位来配合的。不用了不用了，来吧。好吧，那我们就移步到表演台。准备好了吗？来准备，三二一 action。 学法者何为？上通神明之德，堪为万物立心，下法四时之道，以整离缘危难，若无此心，误入我门。哦，来，恭迎少司命回座。太难了。难吗？其实我觉得要背这些词儿是挺头疼的，而且其实你台词量特别的大，那么多台词，然后都还很多是古文。对，主要是那个石影的台词都比较的正经，文绉绉一些，正经。所以你要怎么去消化它呢？就是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反复的背。就是没有办法，硬背了。所以你到时候你背这些词的时候，你脑海当中就是像有那个提词器一样，它就会自动浮现出来，就背熟了。差不多吧，差不多这样。我现在要将手机传递给九嶷山最单纯的人。我现在要将手机传给九嶷山最臭美的人。我现在要将手机传递给九嶷山最讲义气的人。我现在要把手机传给九嶷山唯一的首徒。我要把手机传给最英俊、最厉害、在我心中最最最完美的人。我要让你们看看我们所有人。当当。搞错了，再来。Yeah, straight A student, but I'm friends with the cool kids.Following the rules in the rubric. Freestyle on the bus and it's too lit. Everybody like, oh damn, who's this?